开。我先去绑一个头发，因为现在是晚上十点半。这发型你们觉得怎样？我是觉得在大半夜这样，也没有人看我，这样子绑有点多余。开始我们的影片吧。今天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很奇怪的想法。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一个影片。所以我就决定，我要来拍。本来我是打算要买一个电钻，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一个电钻的价钱是，丹尼老师，我买不起。哦。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拿我的爸爸的电钻。我看那个影片是把那个 sharpener。他是拿那个电钻粘那个 sharpener 的后面去他的头那边，所以今天我要来挑战。本来我是打算很，其实我从小不是从小，其实我很喜欢画画。以前开始到现在都很喜欢画画，所以我就买了很多颜色笔。然后这个梦想在我初一那一年就已经没有掉了。我的学校要读书读到拜六，然后我的画画班在拜六。OK， 我们开始吧。我不愿见你，我不愿，我不愿见你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徘徊，不愿见你尝试。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？OK， 现在我就 set 一分钟的 timer， 看一下我一分钟里面可以 sharp 到多少支笔。我现在的歌是，如果我决定要换歌，不然会中版权哎。我很讨厌这声音，这是我妈妈叫我起来的时候每次都会响的歌。哦，我超讨厌的。我们用这个 Night Owl。 Start is start。 现在这首歌变到下一遍，现在这首歌成为我最新一首不喜欢听的歌。OK， 我是 shut down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支笔，不错吧？八支。Oh my god， 这样子也可以 focus 哦。我真的天才，请你记住这个号码。Yolo。
心。我要试完这里所有笔。我要试完这里。小笔。我老人说。哈哈。OK, 来一分钟啊。Oh. 如果不可以笑，我不是很丢脸。可以笑吧，不过我。这东西超重啊。中断一下 ，OK。现在它显示是15秒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秒，二十秒，三十秒，四十秒，五十秒，六十秒，七十秒，八十秒，九十秒，十秒。所以我用了40秒，我就刷了八支铅笔。哇哦！来，我要再去粘多一次哦。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东西？我真是史上最废的 YouTuber， 我觉得我自己超废啊。聪明的我当然打算再挑战多一次，当然结果也是那个枪断掉了耶、yeah! 我还以为很强，不能轻易放弃。可以开始啊。到底为什么我要在晚上的11点半做这种东西？然后呢，我就非常努力的一直削削削削削，或者是削笔。OK， 我不懂这样读。然后我就发现还有一个东西卡在里面，可是我不懂是什么东西。哦，那个 glue 粘在它的出口这边。其实不是那个 glue 粘在它的出口，而是我的笔芯。Oh, so cute 。是我的笔芯插在了那个 sharpener 里面，所以它不能 sharp 铅笔，所以。啊！我到底在做什么？没有多少分钟啊？现在 ，OK， 现在我要做最后一轮了，一分钟。闭嘴！我不在乎。我要挑战最后一个一分钟，看一下我可以消多少字。我不在乎 ，I 超累了。当然，有时候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精神病还是什么，因为。我要哭，我要哭。我到底为什么要在大晚上做这种东西？
我现在超不舒服了。Oh my god！ 你看，这是我铺的三本书，我完全没有动到这三本书哦，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脚哦，超级恶心的，尤其是这里，超级恶心，真的是整个身体都是啊！耶耶耶耶 ！Say hi to camera！ 哇，超多屑屑，整个地上都是。Oh my god！刚刚我需要笔的分量，我需要17支笔。你们谁可以削到比我多了？用手削，而不是用电钻削。谁可以削到比17支还多的？留言在下面，我想知道你们是谁。Like， 我想知道你们是谁。我用电钻削削到我真的是超崩溃了。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个 idea 想出 ？Oh my god！这个 idea 想出来的人没有比把这个 idea 实行的人笨吧，对吧？实行的人。还有这个刚我需要这支的时候，我真的傻眼，就是那种特殊的那种颜色笔，所以那个电钻削的它都要烂掉，你懂吗？特殊吧。如果给你看我削的这些笔，借笔全部都其貌不扬。为什么我那么说呢？全部都是有点顿顿这样的。我现在削了差不多有20支笔，就是每一个都削不尖啊。然后我就为什么我要抱着？你知道为什么我用这个相机讲话吗？是在一分钟抱着相机。OK， 因为另外一个相机突然间它的温度太高，然后就关机。Eat。所以我要抱着那个垃圾桶讲话现在。啊！呜！哈哈。在晚上11点多到12点的时候，人都是精神状况不太好。现在也是凌晨的1点，我来剪这个片。我的精神也是没有很好，所以。然后今天影片就结束了，所以可以一分钟用手削比17支笔还多的，真的是留言在下面告诉我吧，我很想要知道你是谁。